这是幻魔者，这是羊。如果我们将羊的颜色染成蓝色的话，幻魔者会把羊的颜色变成红色。哎，再染一下。相信现在的小朋友应该都不知道啊，但这个东西呢是一个世纪帝国的彩蛋哦。有玩过世纪帝国的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地狱般的声音哦，僧侣的招降声。我目前都战败了，所以该订阅一下了吧。